为了命的努力，俺只想证明自己。如今这个社会，目前谁能看得起你？生活中的压力，它被俺化作动力。混了好几年，俺仍然没有半点出息。感情上的失意，它被俺看作激励。山盟海誓的爱情，它算个什么东西？不想再失去，俺继续努力。可是俺得到的还是他娘的一败涂地。俺再一次的激情和再一次的努力，再一次的而他来的又是迎头痛击。当俺往前追的时候，俺会把脉抓的更紧透。苦练完，昨晚还要继续装上。俺的梦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，一些不敢做的事和很多不能说的话，一些很多人都以为是成。